吗？看起来是这样。抽到古伦德五星，来吧，十。离忧冲，语音讲不出话来。微软小姐抽筋，语音被弄到炸掉了。小姐姐炸掉了，表情符号大笑。没办法，娱乐效果太好，大家吓到赶紧跳船。难啊，可恶，五大哥别来。守门员李优，小兄弟索大大，你先关小姐语音吧。 XD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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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， 我想说 有语音效果比较好啊，连续抽到李优也不简单，结果被弄到爆炸了。课长好，表情符号大笑。好了，大家帮我宣传一下，看可不可以灵魂大同符可加好友吗？破，表情符号大笑，破一千个人啊。小姐姐表示她也跳船了。大家帮我在游戏里面宣传来了，宣传一下，看可不可以破来了今天来了，今天看可不可以破一千个人。我们今天挑战看可不可以。可啊，那什么、啊？你刚一千观众厕所是不是洗手了？人多就有点烦了 ，well。请问刚刚那槽梨的造型是哪里的？那个七千六的。破千你欧恩吗？二十没有。下次是哪个老头？三十。抽你的就破千了。然后我再抽下去我就要退坑了吧。准备欧了，请让我们继续看。又是没有。哇塞，这个造型怎么弄出来的？看活动的礼包还没中置。没有，那个是后面伺服器还没有。新生代抽离优，赶快报名。这是索大实况最多人的一次吗？今天算是又突破了昨天，兄该来了。昨天刚突破记录，今天又突破记录。有客还非洲游戏准备到了，离优一定要有吗？离优还好，离优可以后面在哪？索大要存给宾利精选，别逼索大了。对，还有个宾利精选呢。剑哥来也表情符号大笑，盾无邪还是双剑？是，好多人哦哈。好、哦、好险，这个比较快一点。四十抽，抽到曹庆，这个比较快一点呢、啊。原来索尔是优先生。是。蒸蒸日上跟离优的心术一样。索大拜托。剑平。歪掉预感。拜托。明天再抽就会破千。欧了。为什么都出这种？我160抽才抽到表情符号，难过。为什么要出这种？守门员来了。聊聊曹庆来吧。这狗逼，这词是偷改过的，这词换过了吧？这跟早上不一样啊，早上不是这样的、啊。五十，早上的词不是长这样的啊？公司做事好不好？公司我呼吁一下做事啊！看我又不是橘子，怎么会专抽男的嘞？对，我又不是橘子。六石头，对啊，下来橘子，橘子专抽男斩脚啊！摸摸摸，我又不是橘子，又歪，七十，哈哈哈。表情符号大笑，跟我一样歪，怎么这么惨？我去歪，索带跟雷系混攻角，磨磨磨。八十，快了，古伦德快来了。不会，刚已经歪了，现在不就歪了？一次人数瞬间挣一百，种子营收直接被索大搞到下降。非洲酋长，小兄弟，平德伦来了。
刚刚歪掉是这次不会歪了啦，就连几脚都是男的，第一个脚型歪了，第二个不会歪了，修长90台北古伦德小兄弟我来了，我闻到离忧的味道了。90好险，没有飞，没有飞。的影片吗？小曹要来了。心魔斗影片我路虎有啊。现在曹庆要带什么技能？离忧来了。忧先生。离忧参上。不要离忧啦，不要离忧啦。左大真厉害，歪的几率都没让观众失望。不要离忧。要来了。不要离忧。吾乃真龙，不要离忧。哦，干什么还没出啊？不要离忧，终于。怎么可能一直出离忧？好不好？一直换账号，一直出。一直出离忧就扯了，好不好？离忧来了，美人儿，该来了。怎么可能一直出离忧嘞？今天是游先生开台吗？10090含20暗之手100别歪啊！小离神之手，黑龙来咯，6666777777777777777，终于啊！666兆6666亿66666666661107777，恭喜11077777777777777777777，左大改运了，挖今晚第一只，恭喜恭喜，工程师终于放行了，怎么呀，终于做事了，曹庆技能请看索尔影片，今天第一只666666120终于啊，哈哈哈哈哈，终于出一只表情符号大笑，恭喜7777，这是第几抽？12077777，现在是120了，120了，终于77777，可恶，终于啊，下一只应该应该还是超信吧，77兆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，还是没有。今天第一个槽，7777777777777，恭喜灵魂！哇，赶紧换账抽。130出离忧，我就要带抽了。W， 77兆7777777777777，140要变槽庆台了。曹庆推荐装哪个魂石？曹庆裸鬼会是恋鬼？来双蛋黄。哎呀，140还是没有。这是你的账号第四声，哈哈。曹庆来了，古伦德也要来了。像别人的账号才比较重要啊。终于抽到曹庆了。我自己飞就算了。刷一波。别人的账号飞就没有代抽了。777777777777。是要做名声的吧？还好你抽到了，本来还想说你拿他们当垫背。青罗来了，怎么不抽之离忧？150 Google 小姐抱鼠子笑死。师兄来了，终于不是离忧了，表情符号大笑。欧了来了，原来没抽错池啊，表情符号大笑。150没有了。好像 PVP 不是要带一字延展。左下角画一个圈，然后往中心画比较好中。好飞哦，120了，一只表情符号大笑。单抽会不会好中？零。左大带抽也都是离忧吗？悲剧。77777766666。160。六师弟。超飞。160还是没出。奇怪了，怎么换间变飞了？忽然间变飞了是怎样？刚出一个潮气，忽然间脸就黑起来。
这工程师做事做一半的，真是。一百七。啊，终于一百七。还是只有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双蛋黄啊！今天的双蛋黄是假的吧？为什么抽都没什么看到什么双蛋黄？最漂亮啦，又是超新，终于啊，只要一时出理由就要晕倒啦。六亿六千六百六十六万六千六，在棒棒二连发了，超新二连发。罗尔生师傅被妖怪抓走了，77万7777，180。777，讨论区至少10个贴双蛋黄。这不科学啊！表情符号大笑。咦，工程师这是上班还是下班了？180。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，现在换成一直出曹庆了吗？190。工程师做事了。767兆6767亿6767万6767，抓到诀窍了，一要变曹庆台了吗？我飞太远跟你做鬼脸，飞到外太坑我们没有极限。离优没用吗？离优目前暂时用处不大。666666666，趁现在抽自己的200，但是200这么大，想问用什么方式储值才会有十只金回馈？十只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离优不好吗？哎，200又出一只。用先生换成吴将军了吗 ？OK。下一只差不多该歪了。再来一个就可以毕业了吧？下班前改好了。七傻小朋友啦，表情符号大笑。再来一个就可以毕业了。换一只比较爱曹庆的工程师了。哦，两个太渊，不错。一兆2345亿6765万4321。画一个骷髅头会出离优，又是超新漂亮。77台，人数911，又是一个超新。77777767766433332111，这样应该收工了吧？33477777655556643，这样应该收工了吧？可以啊，加油加油，用 my card 哦。哎，欢迎，应该收工了吧？双蛋黄是个传说，不过我是今天的三蛋黄。表情符号大笑，我也有在所大社群里有 PO 开 O 了。古伦德想让我为你做什么？200。